昨天白婶和展博士吵架，说各自调查，各自取证。哎，不是，这甘丽园公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运作正常，冯杰在运作，甘丽园本身就不懂，所以一直在靠底下的人。图西工艺品那边呢？简林，简林，简林。 那这个月的工资啊，我查到了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图西文化工艺品是5年前才开始走红，经过的博物馆、私人展馆和拍卖行呢，并不是很多，5个指头就能数得过来。但是它粉丝却很多，这个呢是图西爱好者的论坛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论坛哦，他们里面每天的浏览量都已经超过了10万。 阿卡莎在里面是个大 V， 他呢经常会拍一些图西东西的自拍，有很多人喜欢他。里面呢还有2个大号，一个呢是沉默的羔羊，另一个呢是富刀山下火海。沉默的羔羊经常会发一些图西文化的研究，富刀山下火海呢会经常发一些图西与养生。那上面有没有类似图西人的留言，要杀死甘丽园之类的？并没有，大家都非常崇拜他，并且呢会称他为老公。 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灵异现象？展博士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上面呢，经常会讨论一些这样的话题。简林，你去调查一下论坛上的活跃人物。王少马涵，你们继续盯紧昨天那几个人。赵富，到。你去查一下甘丽园的公司。重点是图西工艺品的背景。Yes, sir. 白池。是。甘丽园的死因。Yes, sir。等等，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犯人侧写画像信息，应该从动机入手。王少马涵。 调查昨天那几个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评价，赵富，怎么办？深挖甘丽园的背景，从5年前啊不，至少从10年前查起。不，蒋林，排查论坛用户，白痴，调查甘丽园的死因。喂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去调查。 我这就把冯杰的档案调出来，我亲自查。神经。